大家好，我是 Andrew。 在这期节目我们要谈一谈韩式足球。中文足球韩文的发音是足구，但是这个足구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现代足球，就是那个世界杯的足球。韩国人把世界杯的足球叫做 football， 他直接引用的是英文的 football 那个单词。当然韩国足球是亚洲的足球强国，我们这期节目所说的足구是韩式的足球。这个足球起源于，据说是起源于上个世纪60年代，韩国空军他们在闲暇之余在飞机跑道上发明的游戏。这个足球是排球、网球和足球规则的一种融合，它可以在网球的场地或者是其他的平地那么圈起一块像网球那么大的场地上进行，规则啊类似于排球，但是球员不能用手。在足구正式的比赛中，一般每个队是4名球员，他们可以像排球那样触球3次，可以直接接球，也可以让球触地1次再接。这个规则呢，有点像网球。韩式足球和东南亚马来西亚的藤球非常的相像，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韩式足球允许可以让这个球呢触地1次，然后反弹起来再接。那么藤球呢是不能落地的，藤球像排球那样必须要在空中完成这个传球和扣球。韩式足球也是3次触球，当然是不同的人，一个人只能触球1次。那么一传二传到第3次触球的时候，一般是扣球，用这个脚扣球。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韩国空军在飞机跑道上发明了韩式足球之后，这项运动就在韩国全军推广。因为韩国是义务兵役制，每个韩国男子都需要参军1次，后来这项运动在整个韩国男子中就非常流行。在韩国，韩式足球足구不属于正式的比赛体育项目，而只属于民间体育项目，所以没有专业的运动队，参赛的都是业余选手。
您现在看到的是在我们朝天运动场举行的第九届全国足鼓大会，要注意哦，是韩国全国哦。한분한분소개될때마다여러분큰박수로환영해주시기바랍니다대한민국족구협회한근환이사님참석하셨습니다전라남도족구협회조재율영일회장님참석하셨습니다接下来是本次视频的重头戏，韩国大妈拉拉队的女团热舞。Thank you.
이제 팻말을 내려놓으세요. 예, 어깨 한번 돌리시고 음악이 나오면 우리 다 아는 거예요. 우리 다 같이 하나, 둘, 넷. 뒤에도 아크 형님 감사합니다. 버스 아버지 형님 감사합니다. 우표 형님 회장님 감사합니다. 어 역시 달라 달라. 어깨 돌리기 돌리고 돌리고 다 같이 구려 구려 역시 역시 체조 잘해요.
주셔서 다시 위로 쭉 올려서 그렇죠. 네, 다시 후. 네, 너무 멋있어요. 다시 한번 자 내려가시고 이제 옆으로 쭉 펴보세요. 다시 한번 마시고